我拍大尺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只有写真才有大尺、欸嗯，我在外拍的时候没有大尺，而且我大尺只给女生拍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今天就是在去采买的路上，问林香说，对你来说什么是大尺？嗯，然后就说，我对于尺度这两个字已经很模糊，就是无尺度吗？全裸全裸之外，就是这本写真如果没有一些全裸的部分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可能尺度好小，对，嗯、尺度好小。他呢，他已经全裸了，已经没有近乎全裸，就是全裸，对，就是三点不露的这一种。我觉得屁股更吸引男生，其实、嗯、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吗？嗯，大家看内内，因为现在内内太多免费的了，嗯，来看一下，就是。比较日本的尺寸就是特别大，就是 A 装版，对，精装版，而且我这次的封面是双封面，还有一个小贴心的地方就是隐藏的彩蛋，我还做内封，哇，哇塞，哎，这个隐藏版很猛哎、欸。粉丝看到的时候有没有？哇塞哇塞，有啦，他们有惊呼吧、哦？他们肯定。哇塞，那林香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拍？现在还有吧？其实我拍大尺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只有写真才有大尺、嗯。我在外拍的时候没有大尺，而且我大尺只给女生拍。哦、嗯，对，我比较会害羞，对，比较害羞。我也是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今天就是在去采买的路上，问林香说：“对你来说，什么是大尺？”嗯，然后就说，我对于尺度这两个字已经很模糊，就是无尺度吗？全裸全裸之外，就是这本写真如果没有一些全裸的部分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可能尺度好小，对，嗯、尺度好小。对，他呢，已经全裸了，已经没有近乎全裸，就是全裸，对，就是三点不露的这一种。那怎么办？这样我尺度对你来说会不会太小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看过壮壮，看完了吗？我看了几张，对，因为我还没有针对的部分是我没有的。哦，针对是蜜头的部分哦，超厉害！他的屁股真的很强，他的那个一边的屁股蛋，他就看见一颗。我比较运动风一点，对，你的屁股真的很好看哎，你真的，你刚好没有烫伤，屁股真的很值钱。对对对，而且要保护好，对，真的很要保险。我屁股真的下次去蜜桃要保一下。对啊，这个很乖，超好看。我请林蛋，我会怕哎，会怕，还没准备好，没准备好，小迪先好了。我觉得小迪先。小迪跟胸部，我觉得屁股更吸引男生，其实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吗？嗯，大家看内内，因为现在内内太多免费的了，嗯，比较珍贵。真的哎，内内是我看免费的那种，拿到你就可以来找我握手抱抱，马上来见我。握手的时候你要找一下，哎，翻一下哪一本？买一千本可以这样摸抓我屁股。我先前方那位就会买一千，还是大家会团购的？对，然后只能，但是只有一个人啊，那个人要怎么选出来？那个要怎么选？大家团购抽钱。那其他人卫生纸吧，其他人没摸到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是就是有种隔山打牛的感觉，第一个人抓，后面就在一直接，一直接，感觉有摸到，对，就这样，哎，这样有感觉有摸到吗？有摸到？你要抓一下，对，那你要起来，要到视觉效果，你要屁股翘起来。你要摸它，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哎，有感觉。